这是陆军航空兵某飞行团进行的一次夜航飞行，驾驶直升机的都是经验丰富的飞行教员。这次夜航是在海上低空空域进行的，受海面潮湿空气影响，在海天一色的情况下，飞行教员们要格外小心。十几分钟后，机组飞抵一个小岛上空进行了仔细勘察。在这个小岛上有一处面积不大的着陆平台，第二天海岛起降科目的训练将在这里展开。头天晚上勘察地形之后，原本就有些心理压力的飞行教员们就更不踏实了。这一天他们要带着年轻飞行学员进行海训，并且要在小岛上那个面积不大的平台进行着陆。前起落架，缓冲速度，轮胎压力正常，无渗油故障。好。座舱外部左侧玻璃清洁无损伤，风挡已刷良好，座舱锁及抛放机构状态良好。好。左液压油面符合要求。左发。第一架次的飞行教员是陆航团长张志林，跟在他身后的就是参训的年轻飞行学员。在此之前，这批年轻飞行员还从没有参加过海训。海训本来咱们是陆航嘛，飞的少，再一个海上飞行嘛，跟陆地比嘛，海天一色，雾茫茫的看不清，没有明确的天地线，再一个飞行易疲劳，不易观察，容易错觉，再一个要是再带学员呢，还得给学员分配精力，这样对保障安全压力也比较大。进入机舱后，拥有二十多年飞行经验的陆航团团长张志林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。这一天的飞行将由学员独立完成。虽然学员们早已把海训的要求牢记在心，但起飞前张志林还是要做些提醒。上来，把座椅脚蹬高度调好。是。啊。是。嗯，安全带就不用系了，咱飞是海上飞行的不用系安全带，把飞行靴的拉锁拉开，知道吗？啊，海上飞行系安全带有特殊情况处理啊，时间短，怕你没来得及做这些动作。啊，嗯，啊，主要是万一是有这个，万一有什么情况嘛，可以及时脱离飞机嘛。啊，脱离飞机。嗯，那个脱鞋是为什么呢？鞋也是，因为你穿鞋它肯定沉嘛，到海水里它这不是受影响吗？啊，这个身上穿的就是救生服吗？救生背心儿。它是怎么用的？真正需要用的时候，把这个地方给它拽开，把这个都打开，啊，这个充气囊就出来了。啊，出来以后呢，它沾到海水以后自己自动充气。哦，这样的。啊，两边充，两边充气，充气阀。彻底做好安全措施的检查后，直升机按照一个个架次准备起飞。这时指挥塔台也变得格外忙碌，对于第一天的海训，从指挥员的表情上看都不轻松。九头队起飞，九头五六点三号可以起飞，没错。经有关部门批准，记者将登上教员阮冰和学员真真驾驶的这架直升机。教员阮冰39岁，有着18年的飞行经验。学员真真24岁，到陆航团的时间有3年。今天的海训由学员真真驾驶，但起飞前，教员阮冰觉得真真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。难度肯定是有的，尤其对他们年轻同志来说，第一次接触海上科目，以前都没有接触过，换了一种全新的环境飞行，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考验，也是他们飞行经历的一种丰富吧。陆军航空兵进行海上科目的训练，是部队提高海上战斗能力、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要。
像真真这样的年轻飞行员需要完成海上空域飞行、海岛起降和海上悬停等一系列训练课。虽然是第一次参加海训，但年轻学员却渴望取得优异的训练成绩。九幺洞检查好，请您起飞。可以起飞，九幺洞。九幺洞，今天真真要进行的是海岛起降训练。随着直升机飞向大海的上空，波光粼粼的海面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偶尔还会看到成群的海鸟。据说海鸟一次可以飞行数十公里，它们是海面上的飞行专家。在陆地上空飞行时，直升机的高度一般是500到1000米，能够随时看到地面场景的变化；而在海面上飞行时却很单调，茫茫一片的海水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大家的新鲜感就没有了。但驾驶直升机的学员真真心中却不平静，因为通过机舱内的通讯设备，真真知道海岛起降训练马上就要展开了。九幺洞一号，回答一号，报告工作情况。九幺洞工作正常，接近目标。但能见度不是很好，正在寻找具体位置，加强观察，注意飞行高度。明白。直升机离开海岸线数十公里以后，四周的雾气越来越浓，此时机舱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。根据指挥塔台的通报，现在的海面能见度仅有200米。真真进行起降训练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岛上，在能见度不高的情况下，他怎样才能找到目标呢？当时我看了一下坐标，应该离小岛比较近，但是在那盘旋一圈还是没有发现目标。为了在第二次盘旋时能够找到海岛，真真向教员阮冰提出了下降飞行高度的请求。降到100米吧，工作量不要太大，柔和一点。对，柔和一点。好的。在海面上飞行，出于安全考虑，通常情况下直升机的飞行高度是在200米以上，此时降到了100米，直升机的飞行高度就和附近岛屿差不多一样高了。对真真来讲，进行低空飞行，他的精力必须高度集中，操作也要格外谨慎。发现目标了，先通常高度100米，熟悉一下地形，然后建立右航线。明白。从空中看下去，长条形的海岛面积并不很大，露出海面的高度大约有60多米。尽管岛上礁石峭壁林立，但学员真真并没有丝毫的畏惧。当时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小岛了，我想第一次飞行一定要落好。海岛上有一块人工修建的直升机停机坪，它的面积大约有25平方米。在这么小的停机坪上着陆，究竟会是什么情形呢？绕着海岛飞行一圈后，真真操作直升机，沿着斜线慢慢向停机坪靠近。用的时间并不长，直升机已经稳稳到达了停机坪的上方。接下来真真要操作直升机垂直下降，而就在这时，校园阮冰却突然提出不要继续着陆。在遇到强气流时，直升机上下颠簸的幅度有可能达到2-3米，真真能否克服心理压力，驾驶直升机完成海岛着陆？而在更加危险的海上悬停训练中，他又遇到什么难关？军事纪实正在播出，陆航团海上行动。看高度高，速度大，有点落不了地。我们重新再来一次。听到教员阮冰发出的指令，学员真真只得驾驶直升机飞离了停机坪的上方。那么刚才他的着陆有什么问题？误差就不能大，误差高了，
这样呢飞机就不能充分利用地效，马力损失比较大，不安全。飞机低了有爬的感觉，容易撞到小岛的其他障碍物，危机飞行安全。所以说正负误差不能超过一米。这一次海岛着陆训练，当直升机到达停机坪上方悬停时，陆航团给学员们规定的标准是高度5米，正负差不超过1米。而刚才真真悬停的高度过高，没有达到这个标准，因此教员阮兵要求他重新进行海岛着陆。实际上这一天海面上的风力很大，以至于在直升机上都可以明显感觉到颠簸，受气流影响，操作直升机的难度陡然增加。海上风大对稳定操纵直升机带来困难，第二个对速度的判断带来难度。虽然教员阮兵指出了问题所在，但对学员真真的第二次着陆，他仍然没有太大的把握。保持好这个下滑线，然后下滑角度，控制点速度，对，速度不要大。好的。在阮兵的提示下，真真驾驶直升机又一次接近了停机坪上方，可是一股强烈的气流突然加剧了直升机的颠簸。此时真真努力控制着直升机的姿态，他知道在遇到强气流时，直升机上下颠簸的幅度有可能达到2-3米，一旦直升机高度太低，就随时有可能引发飞行事故。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，那时候手脚比较发木，比较僵硬，一操纵起来就动作容易过大。受心理压力的影响，真真的第二次悬停仍然过高，连续两次都没有成功着陆。那么他应该怎样进行第三次训练？动作量少一点的话，比对安全然后把握比较大一些，再就是修正的话也更有利一些。和平时的飞行相比，海训时风力增大，直升机姿态难以控制，正是它的特点和难度，因此要求飞行员必须掌握过硬的驾驶技术。第三次着陆，真真一边努力克制低空悬停时的恐惧心理，一边注意每一个操作细节。这一次他终于以训练标准内的悬停高度降了下来，但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。下滑动作多少还是有点猛，然后我就向大队长申请一下多练几次，做的争取做的动作更精确更熟练一些。对于从未进行过的海上训练，真真希望每个科目他都能够精确掌握。随后真真又连续进行了三次海岛着陆，并且一次比一次完成得更好。直到这时，真真才向指挥塔台发出了返航请示。1号9号洞工作完毕，指挥班长。可以，班长。明白。这一天的训练结束后，要进行训练讲评和第二天的飞行准备。虽然像真真一样，其他学员也都按标准完成了当天的训练课目，但陆航团团长张志林还是提出了学员们存在的一些问题。我觉得要看这个方面，就是这一定要严格看了，还是有不到这个地步，还是不到这个地步。准备的细节，这些怎么准备，咱们要求状态一定要牢固。我们从真真进行海岛着陆训练的情况看，作为年轻飞行员，在第一次参加海训时，的确遇到了技术发挥不稳定以及心理压力大的问题。而现在陆航团团长张志林之所以提出一系列的要求，都是因为接下来学员们将要进行难度更大的海上悬停训练。不能越悬越低，你就自己定个调，你开始悬，你们把握不住，高度20到30米之间。
海训时，即使是在100米的高度飞行，直升机都有可能受到海上盐雾的侵蚀。因此，为了保证飞行安全，一天的训练结束后，机务人员都要对直升机进行仔细的保养，并及时对关键部件进行清洗。这个喷水，这里边是压气机，它会转。这个是水枪是吧？对，相当于水枪往里喷水。哦，然后就可以洗了吗？对。针对海上训练进行的，因为海上飞行这个盐分特别大，容易腐蚀这个发动机叶片和发动机内部的东西，100米以下的可能就要清洗。海上悬停训练要求高度在20到30米之间，一旦直升机高度低于20米，螺旋桨的转动就会把海水直接卷到机身上，从而对直升机安全形成威胁。这也是陆航团团长张志林最不放心的一点。你想把它悬在一个地方不动非常难，高度保持着一个高度也非常难。所以说悬停这个科目呢，在海上来说呢，大家公认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。可在记者看来，悬停本来就是直升机不同于固定翼飞机的优势之一。只要控制好了飞行高度，驾驶直升机进行海上悬停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困难？在第二天进行海上悬停科目训练时，记者又登上了学员真真驾驶的直升机，而担任教员的正是陆航团团长张志林。按照训练要求，直升机海上悬停除了保持距离海面的高度在20到30米之间，并且悬停的时间还要保持5分钟以上，最少也不能少于5分钟啊！因为我们要在海上练习悬停这个科目，都是为了将来做救护、打捞一些特种任务需要。如果你在那悬不稳呢，飞机老是在左右前后的移动，那你就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。这是真真进行海上悬停训练的情况，在距离海面20到30米的高度，它要保持直升机与海面上这个浮标的距离在200米。如果误差超出了正负6米，就达不到训练标准。2分多钟过去了，一直没有说话的张志林终于忍不住，他提醒真真，直升机已经向后偏移了10多米。一般就是悬停的时候都是逆风悬停嘛，所以说你是冲着逆风方向，那边风吹过来，正好引起海浪这样波动，然后向你直升机上波动，你就感觉直升机在一直往前走。由于海浪造成的错觉，飞行员会不由自主地操作直升机向后退，而飞行员在观察水面浮标时，并没有其他的物体可以参照，因此即使直升机已经向后移了10多米，但从直升机上往下看，水面上的浮标好像还在原来的位置上。本来就以为已经自己把直升机保持很好了，已经悬住了，结果直升机在不自觉地在移动，这时候没发现直升机向后偏移了10多米，真真赶紧进行修正，但这时由于心里着急，他修正的动作量就比较大。本来远了，修了一下，然后顶杆顶得多了，就又飞得近了，又再往回修，这样来回修，一直修不到位置，这样其实就属于一个很失败的悬停，相当于没有悬住。在海面上，风向、风速变化都非常快，悬停训练时，飞行员要根据这种变化，及时对直升机做出调整。然而，直升机自身的惯性，使得这种调整变得非常困难。这对于飞行员的反应能力和技术水平都提出了很高要求。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，就是要以绣花的手法来操控几十吨重的直升机。要求动作应该更柔和，发现偏差应该更及时，修正量应该更小。按张志林所说，真真驾驶直升机做悬停动作时，应该及时观察到是否出现位置的偏移。在偏移不大的情况下，用细微的动作进行修正，成功率就会比较高。
而此时直升机和水面浮标的距离已经偏移了十多米，接下来的操作难度就更大。判断准确以后，我们进行修正，不要着急，放松一点，稳住电锯，不要太僵硬，不要太紧张。放松了，反而效果更好。一紧张了，它动作容易变形，发现偏差也就不及时了。飞行这个东西啊，越放松越好，越紧张越不便于发挥。张志林除了提醒珍珍放松自己的情绪，他还提示珍珍仔细观察浮标在直升机舷窗上的相对位置。而珍珍凭借陆航飞行员的优秀素质，很快按照操作要领，把直升机稳稳地悬停在了海面上。随后在5分钟的时间里，这架直升机一直与水面浮标保持着200米的距离，误差始终没有超过规定标准，达到了训练要求。我能发现的早，更早，更及时，能修正的更及时。当时能悬着之后，心里还是很兴奋，很高兴的。经过一周的时间，珍珍和其他22名年轻飞行员全部完成了海上训练科目。穿越高山峡谷，飞越辽阔海洋，通过一次次磨砺，年轻的陆航飞行员把战鹰翅膀练得越来越硬，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中，他们尽情展现着青春的骄傲。一次例行检查，查获大宗毒品，想要顺藤摸瓜，线索却突然中断，守株待兔，嫌疑人时隐时现，案局迷乱，背后毒枭性别难辨，一个瘦弱男子，一个黑衣女人，引导武警官兵破解迷中迷，制擒大毒贩。军事纪实下期播出，神秘黑衣女。